江滨工业区、宋西区有真侪限地公有地古园区荒废伫咧遐，即地方团体即几年来嘛积极发展为旅行体验，甚至乡公所嘛希望发展水上的活动。不过问题来了，说卡伫咧即用地甲基础建设无完整，因此立委王惠美哦是来协调中央权责单位达成影响半用甲庆安水道立美化工程的进度。江滨工业区、宋西区有不少公有地荒废，宋西在地团体近年发起美丽型自然生态教育体验活动，甚至庆安水道也真需要征收绿美化，发展水上休闲活动，但是拢欠缺场地使用。立委王惠美了解地方需要，邀集经济部、海巡署等单位协调，得到真好的效果。未来就是讲有咱公所啊来这个啊承租咱的这个啊海巡过去这个所在啊来提供给地方啊来促进咱地方的相关的这个公共景点加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那第二点就是讲，咱一直希望讲来庆安水道遮啊这么水的所在来加开发起来，做一个公共游诶，加有诶休闲的所在吼。咱目前诶，即个先甲咱公所啊，明年希望来示范的所在，先来甲做即个环境的整理，做跩绿美化相关的即个工程起来，啊嘛，互咱的地方的民众，原来即个下班啊、假日啊，有法多来遮啊休闲的产业，有法多伫遮扎根啊，伫遮来发展。海巡署用地园区半用甲庆安水道北化建地绿美化，对山西发展休闲观光有真大影响。公所主笔嘛期待进度顺利，改变山西的新未来。乡长伫庆安水道这个部分吼，每年可能要伫遐办一个迄个水上活动，啊，包括啊讲独木舟的试划啦吼，甚至提供咱山西乡的乡亲有一个较适当的休闲场所。啊，所以今仔非常感谢咱。王惠美立委吼，啊，鼎力给咱相助，啊，其他所有案件吼，拢已经有得到初步的共识，到九月底之后就可以完成发包设计，啊，希望我们明年吼就能够到清河水道看到不一样的风貌。王惠美协调过程确认每一个进度的掌握，更加强调，管制单位规划过程中要充分甲地方沟通，做出符合地方需求的规划建设，将钱用伫对的所在，实际帮助地方欢迎发展。大中华新闻陈文清线西采访报道。